器人会根据这个空间的大小自动的计算出我需要的照度指令，然后机器人还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检测这环境中是不是有人，如果有人，它需要把对人有害的消灭方式能够关掉，并且语音提醒它离开。我是防毒公安巡逻机器人，警方提示，请大家戴好口罩，注意个人卫生，不要前往人流密集场所，身体若有不适请及时就医。两位大妈，请戴上你们的口罩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别看了大妈，说的就是你，把口罩戴上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。有了这个体温检测系统以后，我们不用对旅客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了，对我们自身也是一种保护。